玉和，少棠他没有被放出来。 知道了，你回来就好。你们两个先说说话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我也要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，到底怎么救少棠。我先走了，我去打水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 等等，我去去就回来。 我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我知道，看到你平安回来，我心里真的好开心，我放心多了。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赶快回去吧，依琳已经担心了你好几天了，赶快回去，别让她担心。 我好怕失去你，真的好害怕失去你，玉和，我也很害怕失去你。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活着。梦梦还有句话没有对你说，玉凯，你别说，你什么都别说。 林凯，我知道你心里要说什么，我都明白。可是依琳现在最需要的人是你，你不能抛下她不管，不能辜负了她。你赶快回去吧。 洗把脸吧。放那儿吧。哎，我帮你买的新衣服，你怎么都不穿呢？啊？那些颜色已经不适合我了。现在生活在这种世外桃源的地方，心里很安静。 还是穿的自然一点好。这些衣服，你以前都喜欢的。以前的依琳已经死了。对不起。 都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你，害你变这样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就是命，是命运把我从你身边抢走。 毁掉面容。
嫁入孤家，守寡。那段时间，我也绝望过，甚至想过去死。不过，现在都扛过来了。后来娘对我说。你就当自己已经死了吧。他还去跟别人说，为什么老天会这样对我？难道非要让我消失不可吗？我现在这样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也许这真的是个错误。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。也许当初就不该再出现。你别这么说，依琳，欠你的，就让我好好补偿你吧。从今以后，让我每天守着你，永远不离开你，好吗？你每天守着我干嘛？你难道没有人生的目标了吗？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我不可以再拖累你了。你应该有更好的生活。你没有拖累我，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。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啊？我来督军府，是想请你放了我儿子。你要是非要报仇，就把我这条老命拿走了。一命换一命，督军不赔。报仇？你给我听着，我抓顾少棠可并不是为了报私仇，他想谋杀我。如果我滥用职权，你……还有你，你们孤家人都别想活。好了，贵嫂，别净说好听的话。你要杀了少棠，就连我一起杀了吧。我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。只是，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行啊，可是我听你这口气，好像不是在求我放了顾少棠啊。只要你放了我儿子，要杀要剐。随你处置。好，我可以放了他，不过你得跪下来求我。裘贵三，你太过分了！怎么，你为了救你的儿子，连命都可以不要？让你跪下来求我，你都不肯？来，给我磕个头，向我死去的娘道歉。裘贵三，丧尽天良，难道就不怕天公劈了你吗？
可别折了你的寿，娘，你一定要遵守诺言，放了我儿子。娘，娘，娘！好，我一定会遵守承诺放了他。不过待会儿你会看到的是他的尸体。你也有今天。 我就是要你尝一尝跪下来求人却被人耍了的感觉，你想死我偏不让你死，我让你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。来，待会儿你就为你的儿子去收尸吧。你放了我儿子，出去，出去，放了我儿子，出去，娘，出去，娘。 把孤少丹给我拉出来！督军，督军，不好了，孙大帅的部队打过来了！走，走，快走！ 三少爷，三少爷，让你受苦了。你放心，桂三这个混蛋已经兵败如山倒了，现在是孙大帅的部队接手了这一切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你是无辜的，现在就可以回家了。什么？ 我可以回家了，是的，谢谢你，魏警长，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快回家去吧，铲除这一害啊，对我们平安镇是件好事，也是我应尽的职责。谢谢，回家。 喝碗药，吃什么药都没用啊。哎呀，娘。 少棠，儿子，儿子，娘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？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娘想死你了，娘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。娘，我也每天都在想你们。有何？你也在这儿。 老太太，三少爷，今天咱们全家可以吃个团圆饭了。是啊。哎，守贞呢？守贞呢？守贞。 怎么了，守贞？你好好看看，我是三哥呀。守贞，哥以后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。 桂三这一倒，咱们家的老宅子又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回家了，回家的感觉真好啊。全叔，叫下人们把行李拿到各自的屋里去，把屋子收拾收拾。哎哎哎，方嫂啊，哎，叫厨房张罗一桌酒席，今天晚上我们好好吃个团圆饭。 老太太，放放鞭炮，咱们庆祝回家。好，好。
没想到，怎么快我们就回来了？是啊，好像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你说呢？雨禾，经过这次磨难，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。我在牢里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想。 想你过得怎么样？想你有没有再被我担心？现在能实实在在把你搂在怀里，感觉真好。我们永远不要再分开，好吗？ 我们以后永远都不再分开，每天都待在一起，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的经营灯笼房，好吗？好。你老看着我干什么？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小要一个孩子，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。这次我差点就回不来了，所以我很后悔没能和你生一个孩子。我老是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要是有一个孩子能陪在你身边的话。 你的日子就不会那么难。我不许你说不吉利的话。我只是说如果。如果也不行。好，不说不说。我永远陪着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，我们都不分开。你发誓。我发誓。 当然是求菩萨保佑，我们能开开心心的，永远在一起，永远的不分开。那你不是说是来求子的吗？是啊，我求观音菩萨保佑，我们生得七个八个。谁要跟你生七个八个？你也太贪心了吧！那要不就生两个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你看这样长大了，他们做个伴儿也不寂寞，是不是？把你美的。 儿子，儿子吧，八字还没你撇呢，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是儿子？那怕什么呀？买完之后早晚能排上用场。老板，这个我要。你看，多好玩儿！哎呀，看你，怎么了，玉禾？你想要桃花啊？ 差点忘了，遇到桃花盛开的季节，让我想起了那只雪。你等着，我给你买去。小姑娘，来一束桃花。
老板，多少钱？玉和，好看吗？香吗？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还得帮少棠撑起这个家，你还要完成你的责任。可是我怎么能丢下少棠不管？我怎么能丢下少棠不管呢？他知道，你娘也知道，现在咱们家就剩下咱们几个女人相依为命了，你一定要坚强，要争口气，要给少棠长脸。
给少棠长脸。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带走少棠？为什么？什么？是你，怎么？我杀了你的儿子，你想看我是怎么死的？还是想救我，为孤家留下最后一条根？我来啊，是要让你尝一尝我亲手做的酱。我可不想被你这么给毒死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我杀了你的儿子，你居然给我送吃的？你很恨你爹是吧？不要提他，我根本就没有父亲。说实在的，我也恨他。我嫁给他的时候，我才十几岁。本来还以为找到了一生的依靠，没想到他是个负心汉，是个白眼狼。我一个不识字的女人，为了他学这个学那个，替他操持整个家，替他掌管灯笼府。可他呢？他去玩女人，后来跟你娘在一起。你娘也是个贱人。闭嘴！你没有资格说我娘。她不贱，干嘛勾引别人的丈夫？我的青春，我的心血，我的一切，都给了顾正廷。他就想抛弃我们母子，和你们在一起。他说他爱你娘，多冠冕堂皇的笑话。可是他最后还是选择了你，选择了留在孤家，把我和我娘都给抛弃了。你错了，他没有选择我，是我选择了他。你一直以为你爹抛弃了你，其实不是，他真的要去找你们，只可惜他永远也没这个机会。你在撒谎。想想，他也够可怜的。他让他儿子误会了他一辈子，又让他儿子杀了他另一个儿子，让顾家绝了后。有趣，真是太有趣。你是个可怕的女人，这是事实。你还要不听后面的故事？正廷，求求你，不要走好不好？不要抛弃我们好不好？对不起，我已经答应他，我不能不走。我把这里留给你，全都留给你。我要这里干什么？没有你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我求你了，看在孩子的份上。你放手！你放手啊你！不，我做不到。我求求你，不要抛弃，不要抛弃我，不要抛弃。走开，走开你！不公平！我强悍你就抛弃我，还要我承受这么多。我也是个女人，我也希望有个肩膀可以靠一靠。
你怎么就不这么不负责任？你走，我们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们这个家怎么办？你走吧，我不再拦你了。可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一个最后的要求。 像以前那样，再抱一抱，你又忘恩负义，始乱终弃。既然你没办法承诺你的一生。 为什么要娶我？那是我的一生，我的一生啊！既然你无情，就不要怪我无义了。 去找你娘，所以我就想把她永远留在顾家。我想个法子，让顾家的后人永远记住她，把她记在心里，记在身体里。什么方子？这是我们顾家的秘方。 你尝尝我在告诉你。这酱。 是用你爹做的，我把他的尸体丢到后院那个井里，用那个井水调出来的酱，味道特别好，是不是？你这个疯子！你这个疯子！既然得不到他，干脆就和他融为一体。 他中有我，我中有他。你这个疯子！你是个疯子！啊，好了，顾叔叔，谢谢你帮我完成了这个报复计划。顾家绝了后，断了根，那是因为他要跟你娘在一起。长官，真是太长官。 这酱，我留在这儿，跟你爹好好聊聊。
在顾家，就只剩下守贞一个孩子了。我只希望他能好好的陪在我的身边。就是啊，我们家还有四小姐呢。等她成了亲，有了孩子，我们就跟她婆家商量商量，把这个孩子过继给我们顾家，这不就行了？守贞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嫁人吗？我现在也别无所求，只求顾家不要从此绝后，好歹将来能有个孩子，守住这里，守住灯笼房，这就是我下半辈子唯一的希望。哎，睡不着，所以就以后这灯，咱们俩一起点。前面还有很多。以前这儿多繁华呀，可现在……老太太，您别犯愁，很快就恢复原来的样子。逝者已矣，你要振作起来。全书招人启事贴出去了吗？已经贴出去了，明天就会有人来。但愿一切都会好起来。老太太一定会的，放心吧。谢谢啊。大家快看啊！招呼告示。哎，挺好的，男配女。以竞争者，男女不限，工资比原先增加一成。哎，你看啊，这又开始招工了。这儿，这位大哥啊，顾家的房子还有灯笼坊不是要卖给那个刘督军了吗？啊，为什么还要招人呢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个刘督军啊早就被抓起来了，哎，听说还死在大狱里面。